在这儿，哇塞，他完全不怕人，一团。车站出来了，现在准备去机场租车。如果坐这个公交车的话，你可以去那个机器上先买一个票，是3法郎一个人。Uber 过来竟然要15分钟，然后公交车是每20分钟一班。救命啊！他们班车信息也太不准了，又有辆5号线来了，可以去机场。我们就要在这里等 Uber。那个瓦城里，我觉得这里还是很热的。山里会很冷吧？它这个 rental car 设置的好不合理啊！你要在那个机场里面先到 rental car 搞定，才能去它的 parking 拿车。这边，这是我们去停车场的那个 shuttle。给一个 slot name， 然后你过来拿车。进车之前先给小车车拍一圈照，这样的话到时候有什么 damage 都可以说。出发啦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休息站这里有个 papayas， 被瑞士的物价惊呆掉。我为了买一个指甲钳，买了16.9欧的一个 set。大家猜一猜这杯可乐多少钱？3块瑞士法郎。这么小一杯，这个是5瑞士法郎。5个 chicken nuggets， 然后5个 spicy wings。就我没想到这么小，你猜这些加起来多少钱？21。这个我也太可爱了吧！都有永和那种香辣鸡翅的感觉，都有。欧洲的肯德基、麦当劳这种的鸡都要好吃很多，就连 Popeyes 都比那个好吃，好好吃啊！算了，原谅他20刀了。来开我们的一起，是小刘最爱的 pistachio 味，你的衣服薄荷味，有一种吃牙膏的感觉。现在收拾完我们就出发。刚刚是为了这玩意儿才去服务区买那个 nail clip 的。太臭了，但质量好像挺好的。我准备把自己的指甲做一下，因为我们开过去还2个小时。莫桑湖，这么美的风景，我现在在搞指甲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手已经搞完了。它非常快就搞完了，就是贴好，稍微剪掉一点，然后照光照两次就很硬了。我觉得再长的话再剪掉一点，最后把那个边角磨，就像磨你自己指甲一样那种感觉。然后就这样，我可能剪的有点过于之短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完全不剪，贴完是长这样。哦，我现在给它照一下，这个是一定要连的那个电源的，它是紫外线，所以会晒黑手，所以一般我都这样。然后要给它塑个形啊，等一下就是那个指甲照之前什么样，它照之后就硬掉了，就没有办法再塑形了，所以可以先照一会儿，然后第二遍之前再塑个形。我现在已经给它照了两次照硬了，我现在给它剪掉。搞定啦，专心的看瑞士的风景了，进山喽。小刘说那个是马特洪峰，大家相不相信呢？相信的请投一，不相信的请投二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就不会剪进去。Check in parking。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要进站了，Hello， 欢迎。Hello。现在要换小车车了，就是我们刚刚的那辆中车、中巴车，现在变成小巴车，开着门上。上面终于放斯蒂的。Welcome to Zermatt。有点酷。哇哦！电梯里面太搞笑了，这是热带雨林吗？一进门就是这个行李 unpacking area， 我觉得它设计很合理啊，就是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。门的右手边就是洗手间，这是统一的岩板啊！我感觉现在的装修都是这个风格。热毛巾架，他给的洗漱用品又是一个我不知道的牌子。有化妆镜，哦，下面是好像是 Dyson 的那个吹风机，看 Dyson 的吹风机。它这个 daybed 好可爱哦！有一个小电视，这是毛毯，
它整个所有的那个丝绒的东西都是绿色的，窗帘全部拉开了。这里有一个阳台。哇哦，还有网球场，这边就是一个阳台休闲区。你看外面的外观是这样子，又是 Nespresso， 我感觉欧洲这些酒店全部被 Nespresso 给占领了。这是要钱的吗？看一下这个价格，台尔马特啤酒$8，可乐是$7，喝不起喝不起。这里还有一个梳妆台，瓶水和一些水果。然后这边有个控制面板，控制这房间所有的灯。本来以为它会控制窗帘，还有那个 room temperature，还有温度。哇，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镜子，好神奇哦！我觉得它这个绿色的还挺别致的，然后它这个原木色我感觉就很适合这种山里。我们修整好了，准备去看一下 viewpoint， 然后吃黑雷羊餐。我们酒店名字，然后这个小巷进去竟然是我们酒店，完全就看不出来。这个吗？啊哈哈，这个好可爱。整个这个小镇呢，感觉就是非常的商业化，但是又很有特色，感觉就又宁静又商业。给大家看马特洪峰。今天的日落是8:06，到这个 point 是7:50，建议大家还是日落前一个小时过来吧。如果要拍到更亮的照片，我们就是挺黑的，但是这个时间还是 OK， 还是能拍到一些。而且今天天气特别给力，对，现在有点晚霞哎。对，这两天都是晴天，据说上个礼拜还在下雪，天气不好的时候可能就完全看不到，就可能都是雾啊什么的。OK， 我们现在去吃晚饭了。餐厅，这个是它的入口。哎，那边有只小羊，你看。嗯，上面有只小羊。到处都是羊，哇哦！哇，还有这餐厅的中岛就超级，这个灯都是用羊毛做的。点了生牛肉 ，beef carpaccio， cheese raclette， 那个圆的芝士这样烧烧出来，然后放在土豆上。Thank you， 这是羊舌，这个是羊排。嗯，这个羊舌，一直没有羊舌，羊舌味。那这很好吃，我超级嫩。面好好吃，它这个车轮芝士上来都凝固了，应该是很烫，然后浇上牛肉这样吃的，但还是很好吃的。没想象它热的时候会很好吃。我们基本上光盘了，真的这个真的超级好吃，超推荐。好吃吗？羊舌特别好吃，我觉得羊排就 OK， 没有一定要点，因为会点多。分量还挺大的。羊排是两人份的，今晚两个人吃了138。对啊，人均应该是50-60的，被我们吃到了70。The next morning， 早，非常匆忙的收拾完了，我们现在出门啦，看看能不能吃上一口早饭。早饭是 included 的，早上一个人都没有。Pancake， 哇，这也太可爱了，这个鸡蛋。Sausage and bacon， cheese， 这也是鸡蛋。还有5分钟时间把这个饭吃完，赶紧吃一吃，我就坐小火车。空气还不错，我觉得什么都有。早餐还不错，匆忙的吃完早饭，然后现在去坐那个车。早上还是有点冷的，然后我包里带了一个皮。小楼今天就这样了，我怕它冷。就是这个小镇上的那种 taxi， 太可爱了，有没有？方方正正的。我们去那个 Gonna Great Barn， 就在这里，黄色的这个 logo。8:00第一班抵门了，今天的 outfit。牧羊中年少年。我们买的是 priority boarding。耶，过了。然后这个再刷他的票。齿轮小火车，大家看一下，一个一个齿轮。这儿，他们来了。赶紧，赶紧。屁股坐下那一刻，后面人就全涌上来了，而且跟我们坐了差不多的位置。所以，如果你要赶第一班的话，其实要不要买那奇瑞士法郎都无所谓的。现在开始，马特洪峰就是在后面了。马特洪峰就在这儿。哇塞，这个
看得好清晰啊。我们到了山顶上这个 viewpoint， 上面这个好像一个天文台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来的车站，那边是马特洪峰，那边好多雪山。坐9:07的那班车回去。第二班上山的车就这么多人，这起码是我们刚刚的两倍，所以大家如果想人少一点，还是尽量赶第一班吧。我们承包了这节车厢。我们到了这站 Rotenborden， 走一个 trail 大概15分钟，去那个湖那边拍那个马特洪峰的倒影。感觉我们错峰了，现在一个人都没有。我现在要去这个指示牌上的这个什么 river view， 应该就是 river view 的意思，我觉得是。走吧，大家来马特洪峰的话，就要穿一双好走的鞋子。还有防水的。湖里有马特洪峰的倒影，有马特洪峰，超棒的取景点。小刘又被叫去拍照了。这路还是不大好走的。我们刚刚在拍倒影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要去前面无遮挡的地方。它总共有5个湖，如果你要走这个 trail， 他们就叫五湖徒步。我们一没有这么长时间，二也不想走这么久，所以就看这个最著名的这个湖就好了。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又有一个湖，这里人很少，所以大家愿意走的话其实可以过来吧，但是这里拍不到倒影。 20 minutes later， 哇，因为是高原，现在上山感觉特别喘。哎妈，喘过去，我147了。什么？你看 out of work。 OK， 顺利就在前方。找了个阴凉的地方补一下防晒，整理一下。但一定要注意防晒，高山上紫外线特别强。整个山上只有我是这个打扮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你找鞋子穿得好就没有太大问题。然后怎么跑到那么下面去了？感觉我们待会要走好长一段路。在铁路官网有一个 Meet the Sheep 的页面，点开以后会有一个地图，每只小羊身上都绑了一个 GPS 装置，所以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它们的实时位置。点击地图上的小羊标志，可以看到每只小羊的基本信息，比如身高、体重、年龄等等。根据这个地图，你就可以去爬 trail 找小羊了。我们在 Rotenborden 拍完那个倒影啦，现在要去 Riverbrook 去撸小羊。叫窝里，窝里。待会儿要按那个 GPS 去找那个小羊，走那个 trail 应该是这里走下去，估计要走一段时间。羊在这儿，然后这个 trail 是这样走的，这样就往回往上走了。但是我们要就往山下走才能看到那个羊，所以我们估计要从这里野 trail 走下去吧。啊啊！突破鼠小宝。这里面是土拨鼠的洞，哎，误龙了。我以为这个羊的位置是实时会变的，结果它不是，你要刷新一下。我们刚刚走到了羊的位置，结果羊已经跑到这边来了，哎，可能要往上走。Thousands of tears later， 黑羚羊吗？我没看错吗？走了一圈，它回到起点，早知道不走了，至少走了一个小时。我现在是100，我快150的心跳，我们羊在原地。它翘了，哇，好多啊！你看，啊啊，好乖啊！啊哈，那暖暖的，抱它哎，它完全不怕人。你看呀、啊，过来嘛，
啊，它会很亲近人哎。那你喜欢被窝的吗？这里是不是更舒服啊？这只羊好黑啊！我要去撸那只小羊。哎呀，小羊，好可爱。嗯，不要走嘛，它在挠自己。你看它小羊的脚就特别小。栅栏里有两只超级可爱的迷你羊。撸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嗯，撸一下。干嘛去闻别人的屁股？不想被撸。羊羊们真的太可爱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坐火车回去了。从那个山上下来了。看这个车站超级漂亮的。啊，那坐小车车去坐大车车，再回到我们的餐厅了，换上我们自己的小车车。太酷了，我们的车车要坐一个火车。谷歌地图导到这里说 turn left and take the train。 我们看到那个火车驮了很多小车车过去。还可以下来休息一下，我们下来休息一下。好酷啊，那是直接这样开下来的。美国过来的表示好酷啊，好土啊。我们以前只把小车开上过 ferry， 没有开上过火车。